我们到新加坡啦，现在要去 check in 好消息。还可以 check in， 还有十分钟。drinking water， 很可爱耶！我刚以为是什么果汁，然后我就看到 pure water。我发现很好笑的东西，就是这个橱从厕所可以打开，然后那边打开就是门口。它整个是苦的，不是特别好吃的。是好吃，好的面包，反正超好吃，真的吃不腻耶！这个牌子不曝光。在新加坡应该是 Halloween night 的时候，已经蛮久了。这个很可爱，它有眼睛了。我们来新加坡，但是还是在吃美食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木屐，我小时候婆婆有买一双在家里，然后每次穿我都会跌倒。新加坡主要的目的就是来水族馆玩。荷包蛋 ，Sunny Side Up， 对，因为它的中间是黄色的，跟旁边像一个荷包蛋这样子。就是这三只魔鬼鱼哦，一直跟着对方游啊，超可爱。原来刚刚那三只是因为是有名字哦，一个叫明明，然后一个叫晴晴，还有一个是乐乐。Gardens by the Bay。华语叫滨海花，滨海什么？滨海湾花园。我们每次来 Marina Bay 都没有来这个 area， 都是去那个 shopping mall 吧。因为有婆婆讲还要来看花，我们就来这里了。
有冷气的，我们完全没有 expect 到。我们一开始还以为会很热了，全部人戴了帽子。但是人家没有，妈妈拍的很像那种早安图，这也是很早安图。你们看这个地方都没有。我吃到死了。你看这个是榴莲吧？这个在中间的这个是榴莲。很好吃，那里面是这样子，蛮好吃吗？好吃。这里有一个很日式风的街道。No, I won't say a thing.
哎呀！